第五人格本周将开启万圣节盛典狂欢，玩家又能领取到众多免费道具，当然也有返场安排，众多道具也将重新上架。而且我们已经知道了所有万圣节的活动信息，但从首届万圣节限定之后，所有万圣节皮肤均为可返场道具，大家对此重视度更加的弱，有喜欢的自然就会入手，没有喜欢的就无所谓，白飘一下就完事了。然而万圣节之后还有一个感恩节和圣诞节，而玩家反而更加期待感恩节的到来。从以往的感恩节活动可以发现，在感恩节那天会返场大量的皮肤，好比去年的感恩节直接返场了黄衣金皮、祭司紫皮、厄运前锋金皮、火车头医生金皮、流萤调香师紫皮、龙中之蝶，而搭配的挂件。所以不难发现，本次感恩节也即将会返二金四子，至于会是谁的皮肤，这就不得而知了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绝对没有前锋的火车头，因为前段时间已经返过了。至于感恩节后面还有一个圣诞节，根据以往的圣诞节活动可以发现，基本都是会通过活动给玩家赠送一个活动蓝皮，这个就没什么好说的，感觉活动蓝皮也就在活动期间有人用，其他时间基本就是在衣柜里吃灰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最希望返场的一款皮肤是谁的皮肤呢？